哇，快10点了耶！哇，那你无再搁最后犯一次哈？讲完不？不会，我都还有赢啊！好，赶快组装，咔咔哦，咔咔可以了，准备。妈妈，你要爆炸了！好，咔咔。咻哇！他在那个加速旋转攻击圈，哇！经过那个旋转攻击圈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个加速的状态。超级无敌战斗陀螺擂台，哇！这个真的是太好玩了吧！嗯，我要帮妈妈学习。哦，你要帮妈妈也发射一个啊？嗯。哇，这个万象宙斯旋转很久很久。但是我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坏掉了。坏掉了，那应该要休息了。等一下。还有，这个。你还要再用一次吗？万象宙斯。万象宙斯的是白色的线发射器，很大一个。哇，咻咻！万象宙斯，哇，旋转的很均匀，还会有加速哎，进到红色跟蓝色区域，它会加速攻击。哦，很强很强，超强的啦！我心意很喜欢玩战斗陀螺。哇，那明天就会有天域战神还有地狱三头犬的加入。两个可以打败的魔人。耶，好了，最后一次了。